初，神为全人类预备了一个奇异的生命救恩计划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无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万国万邦齐欢唱，因耶稣基督今复活了。复活的主是耶稣基督，世上没有他的坟墓。他已挪开了我们的咒诅，挪开了我们的羞辱，他已成就了创世之初神伟大的救赎应许。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生？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死？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复活？世上有哪一救主今天仍活着？是耶稣基督，因他来到，全能神作王，万膝都要向他跪拜，万口都要颂扬他。他要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万邦，他是至高的王。耶稣被交给人，是为我们的过犯；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让我们一起同声颂赞：基督今复活，我们已亲眼看见你。Thank you.
喜乐，在深处里求告你，在天上听我祷告，你是我坚固避难所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亲眼看见你。